声音高手在民间，乱性伤身更赔命。你还是一样的症状，一样的症状，可是听讲话不一样，超音波推挂一看，他是心脏破掉了。心脏怎么会破掉？就我朋友介绍，也是专治白痢，是帮我针灸，他都叫我叫他先哭。先哭，急诊线应该是美容师可以做，他就做了，怎么闻到烧焦的味道？因为他的雷射不小心打到他眼睛里面，眼睛里面的视网膜就烧了一个洞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三三频道，妈妈好，神之，俗女家务事。